你没有什么不该说的，但我是来跟你交下一个的。不用不用，我可以跟你聊两分钟吗？你跟我聊啥子吧，我不想跟你聊。说，对，这就是你的话题。你评价一下沈月在流星花园里的表现。非常棒，优秀，nice。就这么多吗？你就说这么两句吗？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吗？我觉得沈月是一个特别厉害的。嗯，好，好，说得好。好，下一位，吴希泽呢？吴希泽。